这个世界需要我们，勇士！别忘了你对艾德拉斯的责任。这样的话还有什么意思？赶快上来，勇士！ 小时候，我常说麦格尼会一肩扛起整个世界，没想到他居然把这句话当真了。他这个人一直都是这样，不但是我的大哥，还是铁炉保之王，更是艾泽拉斯的代言者。不管责任有多重，麦格尼总是自己一个人承担。他有多勇敢，就有多固执，这也让他付出很大的代价。 在他变成钻石的时候，我们都以为从此失去他了。他为了拯救我们而牺牲自己。不过这只是个开始，他现在听得到艾泽拉斯说的话，也能感受到他所承受的痛苦。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拯救这个世界。不过这一次，我不会让他再一个人承担这么重的责任了。 千万要抓紧！我们要进去了。艾泽拉斯正在痛苦哀嚎，一定要拯救世界。哈哈，走这边。 你好，吾乃母仪天下亲民和蔼的大数据研究机构负责人，简称母亲大人。很高兴见到你，我是访客身份已确认，访客名为代言者，代言者出现表示艾泽拉斯正遭受威胁。没错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，母亲大人，艾泽拉斯生命垂危。 我们不管怎样都无法治好他。错误，奥迪尔设施是为古神实验及进行隔离所设计，复原星球不在运作参数的范围之内。建议将母亲大人单位移动到新知识设施中。无意冒犯，不过我的飞行器连麦格尼都载不动。 可能没办法把泰坦看守者一路搬到西利苏斯去。收到，建议启动通道，目的地坐标设定为艾泽拉斯之星。你也听到了，勇士，我们出发吧。 看样子系统被什么东西污染了。建议检查所有被污染的样本。我需要目标。这个世界需要我们，勇士。 别忘了你对艾泽拉斯的责任。正常的泰坦通道，我等不及要看看它的作用了。警告，通道诊断程序未完成，很有可能是因为通道已经受到污染。不管怎样，我们这位勇士都能对付。准备好喽，事情不太对劲。 他快不行了，系统损，系统损。 解决敌人，不然我们就完了。开始加强进化程序。
以离开通道了。艾泽拉斯正在痛苦。我们终于抵达了，你能找出治疗艾泽拉斯的方法吗？正在存取新知识的资料库，完整分析报告大约需要77个周期才能完成。分析而已嘛，那我们的行动计划要多久啊？计算中。至少是个开始。谢谢你啊，勇士。等母亲大人有答案以后，我会第一个告诉你。